有最美丽的战争美名的安利杯未打先轰动，因为12位美丽的 showgirl 在一支原甜心票选活动互尬拼人气，就是希望自己在网络票选的得票数能冲到前6名，才能在安利杯开战期间到比赛现场为选手举牌加油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黄楚涵，可以叫我楚儿，很高兴可以参加2015安利益智源杯益智源甜心你主宰的票选活动，赶快到未来电视的活动网站投下你神圣的一票给黄楚儿，当天就由我带着大家一起来欣赏2015的精彩赛事。编号1号的黄楚涵目前票数已经超过4000票，高居排行榜第一名。不过其他候选人也是动作积极，像是编号第10号的林墨金，特别在脸书粉丝专页号召网友投票支持，目前也以3700多票高居第二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墨金，这次很开心可以参加2015安利益智源杯益智源甜心你主宰的活动，希望喜欢我的粉丝可以到未来电视网投下神圣的一票给我哦，带我一起进球场为球星们加油。益智源甜心票选活动到4月6号为止，只要上网搜寻关键字，进入活动官网，登入未来会员或是填写基本资料，就能投下神圣的一票，以行动支持喜欢的 showgirl， 还有机会抽到 iPad mini 等多项大奖，如此厚康的活动大家千万别错过了哦。未来体育新闻综合报道。